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有时候明明觉得打到了，但实际上都没有打到。我走错路了，我忘你们就去死了。不行啊，我要让他们饶了我，我要假装我是走错路的，不然他们哪会放过我。 The bandits brought their prisoners here. 我觉得这个距离应该可以装两根。哎呦，发现了，被看到了，被看到了，两个，哎呦，又要跑了，跑路。他们都不肯离开他们的营地耶，真的非常爱他们的营地。这一切的黄圈圈。 Look what I found. 哦，被找到了，跑路。距离拉长，敌人就变笨了。You can see them. They can't. 好了，打到早上了。有人跑出来，有人跑出来。又找不到我了吧？擦！对呀，为啥敌人看不见，就主角看得见？啊，在为什么敌人都蠢蠢的？近战也可以应该敌人的话，就跟那个刺客一样。没办法，他们太厉害了，近战我应该会打输。That's right, no one here.他们太爱营地了啦，不愿意离开。原来这边是有可以救人的。Let me get this open. 救他们好了，救他们会比较好打。你远距离感觉没有比较强，最起码不会死啊。Let's get you out of there.
发攻击，真的跟刺客一样，刺客教条。Search is up. I win.近战了，拿出暴徒的精神。等一下，我就被打死，就要全部重打。这边怎么还这么多人啊？土匪量有点多哎。比较痛，电击弹打好了。他不害怕、欸，人类不害怕电哦、喔。冰呢？呀、yeah, ，过了过了。远距离你会瞄到很准，不如近战。不好打了，就玩那么久，弓箭根本浪费时间，直接应该搞定。没有啊，还是要靠弓箭了。劈不死好不好？他们要是围上来的话，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近战就会赢呢？三倍命中。Looks good.Machines like loops of guts. It drives them mad. Eh? 萤火嘞？ Oh, mother, purify the machines, cleanse them. 看他这边有没有卖新的东西？卡尔加的半锁发射器，这我还没有啊，买一下好了。他伤害还蛮痛的。看看能不能帮他装上。增加电好了，给他一点增加电。我的武器变多种了，更多样化。萤火在哪里呢 ？The tribe is lucky to have her.你射弓箭杀伤力不高，又要多射几下，不如直接砍。好好好，砍砍砍！我又拿到这个了，近战一次就杀死。但是啊，有些人就杀不死啊。
Hello. 那我先把这个丢旁边，我不用用它，人都打完了。把他们东西收一收吧。 好嘛好嘛，坏死嘛！我怕进山会被围殴呗。我血又这么少，为什么要这样逼我？<笑>我有点懒得上去了。我觉得这上面难道真的就不会有任务要去吗？应该会。我看完这个萤火，我们就回头好了。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远望点，我看完这萤火传过去，捡捡远望点，觉得远望点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，它可以看到之前的景物，感觉熊好像忍者龟的老鼠师傅，叫徒弟去做不可能的事，还说的理所当然。 不是木鞋的，要对我。那是因为我知道他做得到啊！你到底是对我多有信心啊？<笑>你该不会是有史以来在聊天是对我最有信心的吗？<笑> 真的很讨厌，跑那么快！啊，不见了！我的兔子！为什么会有战斗的声音？ 远距离啊！好，这所以这是任务吗 ？That was amazing. Take this. It's the least I can do. 他给我一个奖励盒。You saved my life. I promise, I won't waste it. 我离我的萤火不远了。不可能，因为最有信心的是我。 So much for being careful. 我的信心是另外一个方向。你有信心我会输的。现在都没有接到任务吗？我刚刚那个也是啊，我拯救了一个族人。 然后那个土匪营就是任务啊。
门外的追寻者。哦，那是因为我没有改那个任务目标，我没有特别开任务目标来换，所以他一直都定在那个上面。哇，这个又要爬高高，跟上次那个一样，我会不会又找不到啊？希望我找得到，希望我找得到。感觉这里应该是可以用来爬。哦，有，我看到了。准备爬上去同步了，我觉得你这样都没变，浪费了30分钟，才没有嘞！我可是打赢了一个土匪营哎，哪有浪费30分钟？去，那我这里要怎么爬？我爬到这，然后嘞，应该跳不到对面吧？啊不，我掉下来了。这边哦，好惊吓，差点掉下去的感觉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这个应该可以抓吧？啊！不能走，这么难爬、啊，一个塔给我摔死，摔死两遍了。好，就来到刚刚那边。难道是走这边吗？哦哦哦哦，感觉就不太像啊。啊，这边有个小黄点啊。等一下慢一点就看到啊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我到了。这一次究竟是什么呢？哦，体育场巨蛋。Apocalypse Shitstorm Tour Day 6. I was fresh out of rehab when we saw the Metallurgist play the Hearts Wayfarers.The Emmett jersey looked pretty funny. Hopefully you're sorry. 好，还短短的，就是一个体育场曾经盖在这个地方，所以那边是我们上次打那个土匪的那边的报酬的时候，难怪会叫金属之环，所以是它这个环的意思。哇，那个湖好棒哦！超美的，好，下去吧。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